正常。咱这个红线怎弄，伊遐就唔知啊。我讲咱自性本自清净啊，咱的清净怎弄，咱不一定知。哦，今清净落来，咱嘛不一定清净落来。哦，咱讲咱拄到的时候，人生百万哦，咱拄到代志的时候，咱要生袂到，你无法度生袂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咱自性无清净，咱生袂出来。啊，咱无法度让咱的自性回归清净啊。其实自性本清净啊，要回归清净是啥？是咱的心啊。咱的心无法度回归到迄个清净体啊。咱知拢知啊，不然回归袂回来。为什么咱没办法去找到那个正法哦？咱对迄个正法，咱无法度。是啊，迄个形啊，这形叫做实形，是那个实形，实形是一整的吼，这个实啊，实形人家心一整的吼，心一整的是百分之百啊，所以百分之百的是啊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。哦，那你现供有无？我觉得供啊，可能最上爱比喻的是咱现香啊，这个现供里啊，相信比咱每一个这个。天尾班哦，哎妈，咱这大班咧献供的人哦，拢啊拢总，你拢总啊心有杂念的，哦，脚安怎行就先安怎行哦，哎，脚该一步一步就先，哎，行偌宽就是行偌宽，该安怎鞠躬就是安怎鞠躬啊，然后咧献供的时阵啊，咧叩首该安怎叩，一叩再叩就是一叩再叩啊，哦，哎，就是如实啊，如实啊。百分之百的是教那一者，啊，不然等于是在现象那么现的，哦，那让你回得一下，等于是在黑妞了哦。那你黑妞的时候，我话相信在早晚现象处理五分等的哦，那黑妞拢是安怎，一边黑妞会当一边想其他的代志啊。你当队长黑到晚哦，所有的混合累在拢两晚哦，咱头脑那两个想做这代志啊，为什么已经太习惯了，太自然，就会不经大脑了？或许只是举个例子哦。所以真正的这个如实，那个心的清净，懂他那个意，那个把握当下，那个懂他的清净心，是你二六十中间展现出来的。哎，它是讲如实啊，是啊，这边叫做是哦。这个手机哦，是手机哦，是的，等于的意思了哦。真正物件它是啦，那假物件就不是啦。这杯杯啊哦，是杯啊，所以是杯啊，是它是杯子，因为它真的是杯子。这个名字哦。